子栋，你别醒了，快，别睡了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快醒！阿丽，你干什么？子栋，你听，有没有声音？没有。怎么会没有呢？你听，你仔细听，滴答，滴答，滴答，你没听到吗？阿丽，你病了吗？你才病了呢！我就是觉得声音就是从你房间出来的。滴答，滴答。阿丽啊，那就算现在是没有滴答声。哎，有滴的事能怎么地呢？我告诉你，我本来就神经衰弱，睡不着。我现在听这个声音，我就更睡不着了。阿丽，你把我闹表扔了干什么？我觉得是他在滴答滴答滴答。我这闹表不是滴答滴答滴答，是咔嘚咔嘚咔嘚。咔嘚也不行。你带什么？手表啊。阿丽。哎呦，阿丽，我这是电子表。电子表不也在走吗？阿丽，你再这样我要翻脸了啊！哎，怎么还有滴答的声音啊？啊，在哪儿啊？子栋，不行了，子栋，我快疯了！我求求你，你帮我找吧。你帮我找到的话，我就不烦你。哎，行行行行行行行，阿丽，我帮你找，好不好？你先冷静一下啊。大黄啊，帮阿丽找一下这个滴答声在哪里，好不好？大黄，你去那边看看。你再去那边看看。子栋，大黄怎么说？大黄摔死了。你也算够意思了，我不烦你了啊。就你这样嫁不出去就对了。王宁，王宁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哪有啊？仔细听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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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从哪儿发出来的？你滴答的。你们怎么都听不到呢？阿丽。你是不是最近看什么恐怖电影啊？没有。恐怖小说呢？没有。恐怖相声呢？没有。我知道了，不是你耳朵的问题，是你心里的问题。你肯定心里稍微对我有点意思，可是我的心思不在你身上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可你还是不死心，所以心里就开始滴血。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哦，我想，想通了，一定是自来水龙头没关紧。哎，一个男人长得帅真是麻烦。小宁，你有没有听到有水的声音？听见了。阿丽，阿丽，你有没有听见水声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我把水管给整爆了。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！我干活呢。你干什么活呢？我拆坝呢。人家在这垒坝，你拆坝，你什么意思呢？不是，我不拆这个水怎么进来？你看我机位都架好了，我进来我怎么拍啊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你们要准备怎么样了啊？水都没有不洗底了。他要是不捣乱的话，我垒这个坝至少能坚持两个小时。现在呢？两分钟都坚持不了。子东，你怎么回事？我
我一直想拍一场海战的戏，知道吗？一直没有机会啊，正好今天发水了，我想我今天我的愿望能实现。你看，马上来了。自动号注意，自动号注意，前方左舷45度发现敌舰。好，敌舰发射了一枚鱼雷，50米、10米、5米。娘啊，子东这种情况，他就算了吧，咱俩换换岗位。你呢，去堵水管，我来修坝。好，来。安静！干什么？子东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会儿你要跟我闹，我就跟你翻脸。安静，抱着这块板子。这一会儿拿它往外撇水啊？不对，这是我俩唯一生的希望，抱好它，活下去，生好多的大胖小子，看着他们长大。哦，干什么呢？阿丽，赢得船票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。我坚持不住了，你要答应我，不能放弃，千万不要放弃。啊，好冷。好冷啊！好冷，不是水都没脚脖子了，你俩在这干什么呢？对，小宁，你说的对，水已经没了我的脖子了。坚持住，不要死！就水管爆了，又不是世界末日，至于吗？什么情况？我在里边睡得好好的，怎么飘起来了？水管爆了。水管怎么会爆呢？张子栋，你不想说点什么吗？为了我死了。好了好了，水管怎么爆的我不跟你们追究了，总闸我已经关上了，明天找一个水暖给我修好它。但是你们几个听好，看见走廊里的水了吗？都给我收拾干净，明天早上我检查，一旦让我发现有一滴的水，就一滴的，那就是你们的眼泪。阿丽啊，这回你能踏踏实实睡觉了吧？哎呀，等一下，不对呀、啊，我怎么又听见滋啦滋啦滋啦的声了？小宁，我听这个声音我也睡不着。